台中静思堂岁末祝福，上剧团带来音乐剧，主题静随心转，原来我们这么近。面对一两千人的观众席，演员深受感动。大家的心是在一起的，大家虽然从不同地方来传递这个爱的这个角色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就是我其实，在后台有好几度，我都感动要落泪。舞台演出收获多，云林虎尾亲子班学员表演手语。我会把我这些学到的事物带回去给我的同学，并且分享。可以在这里比手语，我非常的开心。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做环保，吃素食。斗六场由智璇文教师生共襄盛举，做果冻花援助尼泊尔，一起来弘法利生。做果冻，果冻花不但漂亮又好吃。行善不落人后，彰化的郑女士曾因家中变故接受社会许多援助。这是我做手工的啦，做手工摊的啦，我要家己安尼良药家己捐一寡出去吼，咱较袂艰苦啦，心肝较袂艰苦啦。贡献一己之力，弘法利生，传大爱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慧月、张国辉、徐永华、赖静源，中部综合报道。